一月潭扫帚逐鹿市集去年底因为租约到期，扫帚文化发展协会决定暂停营运。为了让扫帚文化表演会当卖中灯，在疾管处的协助之下，表演场所迁到伊达扫游客中心二楼，并打造一个名为“六台教室”的展演空间。从为三月起正式营运，未来将规划初音 DIY 课程以及文化导览等活动，传承扫帚文化。扫帚逐鹿市集营运15年了后，因为土地租约到期，无法在原本的场地来表演。扫帚文化发展协会在疾管处的协助下，将搬迁到伊达扫游客中心的二楼。雏鹰表演的标案已经标到了，但是没有地方的话，就很麻烦。那第二个就是说，客人来没有办法欣赏到雏鹰的话，那是不是又另外一种的抱怨呢？所以入管处也相当帮忙，因为他也是推展观光的一个单位嘛，总不能看到这样的文化中断或是消失。扫帚文化发展协会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六台教室保持甲进入扫帚原住民的特色，同时嘛办理试营运，希望未来提供游客更加好的场地来体验扫帚的文化。露台教室在3月11号会正式营运，对外比较大型的开放，然后未来就是主要还是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工艺、传统的雏鹰，还有我们传统服饰，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更深入这里的当地的文化。那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把这个很好的二楼的游客中心呢借给扫族来做一个叫做露台教室。那我们也希望吸引游客呢可以多上来游客中心的二楼，因为游客中心二楼的这个景观哦，这个 view 非常的漂亮。我想这个场地是暂时借到5月底。伊达扫游客中心二楼目前免费借予扫帚文化发展协会来使用，因为扫帚游客中心已经使用11年，入管处将在今年5月来进行整修的工程。这个游客中心已经启用大概11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修工程，所以在5月底的整修工程开动之前呢，都是由扫族来免费使用这块场地。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政府部门跟原住民部落互相合作，运用各种资源来保存文化的一个案子。伊达扫游客中心的二楼，临近伊达扫的码头，游客不仅能体验扫族文化，还可以看到一外滩美丽乌江山色。六台教室预定在3月11号开始营运，到时将提供更加侪扫帚文化课程、导览，啊，佮有传统的原住民表演，提供游客来体验。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